常规时间已经打满，这边第四官员是示意本场比赛补时五分钟，危险，非常危险，扑了一下，还有球进了，球进了，这边拉萨城投队在补时的第一分钟取得了进球。我们还没有看清进球队员，但是这个丢球对红狮队来说是致命的。对方的进球队员，我们看，往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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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